正常应该是七十以上比较好。七十以上，是的，比较干了，干妈妈，干妈妈，干的笑脸妈妈。对，那不用担心，我们现在立刻帮你擦一个东西，也就是防晒500万瓶的这个紫色的精华液，保湿美容液来。是的，是的。哇，这太好用，这太好用。那我想要请那个少年出场，少年，少年，帮妈妈。因为我想是母亲节，应该要做不一样的动作，由少年来服务你妈妈。我先教他一下好了，因为我看过 Kevin 老师用法。是的， Kevin 老师哦，他那个手法太厉害了。他说这一瓶只用按两下，补给补给就好了。补给补给，哦，补给补给，就这样两下哦，哈。是，好。然后呢，他的手法是，哎，那都帮我一下。哎呦，由下往上，因为我们毛孔生长的方向，你不能把它往下弄去，你要由下往上去。下往上，我才吃得进去。对，哦。但那时候，你再往后一点，毛孔要这样才行。Kevin 老师是用胸部贴住 model 这样。哦，这样。哎，这个好。这样，还有这边，好专业。你好专业，你怎么都。马上脸红，而且妈妈开心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血液循环变好了，因为你叫他了，血液循环变好了，害羞吧？马上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真的，笑脸，你再来一次，你帮妈妈，帮妈妈，帮妈妈一下，妈妈再害羞，胸部要贴到妈妈的背。妈妈怎么脸那么红？是我身材太好吗？是不是？名不虚传呐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不是猜猜我是谁啦，是下面啦，猜猜我是谁？可以把妈妈鼻子这边，然后插到额头，也可以由下往上。对，由下往上涂。然后你有没有摸到老那个妈妈？你有没有觉得妈妈的哪里特别干呢？有没有？有啊，妈妈在意哪里呢？眼周的细纹，对不对？对，妈妈的眼周。妈妈眼周的细纹还可以再加强一下哦，眼周也可以擦这个。是啊，眼周可以擦，它全脸都可以擦的。特别妈妈，哎，你不要把妈妈很害怕，因为一直手在抖。是的，你在怕什么？我就从来没有跟妈妈这么亲，这么近，对，假的。你看妈妈感动得快要流眼泪了。对啊，妈妈感觉什么？没有，好笑，好笑。把妈头发弄乱，他真的快要哭了。是的，怎么了，妈妈？吸而气。没有没有，是觉得好笑哎。啊，就觉得好笑。为什么好笑到有泪光？你是觉得我们很荒谬吗？啊，就觉得很好，很有趣。还是因为笑脸真的从来没有跟你这么的亲近？对，因为觉得他这样擦又，跟你擦很多了。少年妈妈别害羞啦，你手法当然是桃子好，可是比感动度还是儿子的服务比较打动你，对吧？那我们要帮妈妈做一下检测咯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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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检测，检测，来来来。哦，对哈，擦完那么久一直聊，忘记要做检测。哎，多少？七十二。哇，七十二。提高这么多，本来应该要提高更多的。如果笑脸的手法再正确一点，是的，对对。我们曾经有立刻擦完，提高到90几的，哇，对对。而且刚刚已经吸收一阵子了，但是它的持续度还是很棒的。特殊的成分跟大家介绍，对，它特殊的成分就是里面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技术，叫做多重成为子囊体。它的整个形状就感觉像一个洋葱，一般的保湿的商品呢，它就是。就一颗，然后就进去，然后一颗就进去，一下子就没了。可是它像洋葱一样，哎，我进去这一层的时候，洋葱皮第一层剥掉，再进去的时候再剥第二层，再慢慢剥，再慢慢剥，越剥越深，越剥越深。那所以你从外面到里面全部都保湿。有最新技术和少年的心意，妈妈肌肤的确保湿多了。其余保养步骤还要继续进行，还请妈妈到休息室继续享受吧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同学们想要妈妈听进去什么话呢？好，我们来看到妈妈呢最喜欢提当年勇啦。哦。可是儿女们心里面想的是忘掉过去，面对现实吧。请问一下大学生，妈妈是不是很喜欢提当年勇呢？超惊人改造结果出炉，正妹妈妈出现啦！要来看看笑脸的妈妈。哎呦！我妈说以前很多人追我，我都不相信。但是我现在觉得真的真的。我们刚刚还有宝妈妈去变装。对对对对对。现在要来看一下了。妈妈
是不是很喜欢提当年勇呢？劝我查。Oh my god， 阿达。因为我妈年轻的时候听说很瘦，她都说她有24腰，可我现在看就是数字明明是反过来，大概。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妈年轻时候很漂亮，因为她就是拿一张她的婚纱照，然后去护背，叫我放在皮夹里，说以后就人家看到就说这是我的未婚妻。哎呦，看一下看一下你的未婚妻，哇，好有feel，好有feel，只是当兵的，好像好可爱，哇，好有feel哦，对，就是那个玫瑰花，赞啊。蛮适合的，对不对？那蕾蕾呢？我妈妈也是很谦虚，她就是她不提，但是她会用一些小动作，然后让你知道说她以前有多漂亮。就有一次她要申请线上麻将的账号，然后我就说妈妈你要叫什么名字？因为她是什么林嘛，我想说应该是阿林或是小林。她说她想她说纳西斯好了，然后就傻眼，我说西斯，然后我妈说对啊，我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叫我西斯哎，是轻易会来一下。年轻的照片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就跟我爸爸的结婚照。看看看我妈叫博美，看得懂吗？哇，博美。然后这是另外一张，反面这张。哇，是不是很复古？笑得好开心。对啊，就是我觉得我妈妈其实应该也以前年轻也很漂亮，因为我之前不是有说我花钱给她照艺术照嘛，然后我有带来。这都是他化妆的那个。哦，蕾蕾很孝顺，很有心哎。这个，你看，这个、爱美的妈妈都喜欢照相。对对。好，那想要问问看，你们妈妈有没有做过什么样英勇的事迹？有没有？阳光，这是我。2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，然后我妈妈其实很早就生我了，20岁就生我，所以那时候她才22岁，跟我们年纪差不多。然后那时候是大过年，然后那时候医院都关了，她抱着我在台北找了敲了很多家诊所都没有开，然后那时候没有车子回基隆，然后那时候就看完医生之后，我妈妈就到饭店，那时候饭店都没有，因为很十几二十年前。然后圆山只剩下总统套房，就我妈就带着我抱着我，然后住在总统套房里。然后那时候我生大病，哇，好大哦！而且大家争相要来讲，就是我之前刚开上大学，要交我这个男朋友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开始被劈腿，然后我妈都不知道，我妈就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可有一天我回家，因为就发生一件大事情，然后我就哭，回家我就大哭，第一次就为了感情在我妈面前就放声大哭。就我妈就是默默的听完之后也没说什么，然后过了一年我才知道，那天之后她就默默的，她不认识我男朋友，就打电话去问补习班什么的，问到我男朋友的电话。然后打电话说我想要跟你谈一谈，我帮你瞧事情。对，然后他就去找他，然后当面跟他谈了很久，然后之后后来我跟我男朋友就是感情很好，然后我一年后才知道这件事情。哇，因为我妈很心疼我，因为我就没有为了这种事情哭过，我就大哭，哭得很惨。你们妈妈怎么都这么伟大？就是大爷，我觉得我妈，我觉得很骄傲，是因为我妈什么运动都会。就是到任何的地方，只要有人要打高尔夫球啊，然后或是打网球啊，或划龙舟什么，都可以问我妈妈。我妈什么运动都会，真的，她会摔跤，太厉害了。然后我妈因为划龙舟就是台湾的国手，然后去几乎快要跑全世界去比赛这样子，连南非那些地方都去过这样子。所以大爷有一次带他妈去看蔡依林的演唱会的时候，他妈妈也准备了鞍马自己。觉得妈妈哦，十分的前卫哦，还有准备了很多资料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一些大家来猜她是谁的妈妈。哦，哇哇，唱民歌，才艺美少女，这个这个对，你看会吉他，对对对，哇，好有才华，好有才华，有胡因梦的 feel， 胡因梦加上林志玲的身材，你看，哇，表情丰富哎，不一样哎，天哪，这个妈妈，哇哦，哎呦。哎，他真的，他拍照